8月28号，张杰、金喜先生2019湖南卫视春节联欢晚会彩排现场，只见杰哥低调出现在舞台中央，与工作人员对节奏，熟悉彩排事项，是棒棒的杰哥没错啦。随后，杰哥以辨识度极高的嗓音深入人心，带来编排完美的歌曲。演唱过程中，杰哥状态越发的好，高音轻松演绎，十分的精彩。张杰也是湖南卫视的老熟人了，相信有杰哥的舞台一定是十分的好看哟。芒果新闻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锁定1月29号晚7:30湖南卫视春节联欢晚会，看视频就在芒果 TV 哦。报道。Yeah.